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走进军旅文化大视野，我是主持人周伟。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香，在这里要问问大家了，能知道这句诗词描述的是我国哪个地方吗？哎，这就是汉高祖的故里，我国江苏省的沛县。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正是沛籍的军旅诗人李中华老师，掌声有请。他用一腔热血酿出滚滚诗情，他将生命的律动化作动人的音符，他赏尽春花秋月，攀过无数高峰，追随粒粒闪光足迹，品味慷慨激昂诗篇。军旅文化大视野带您走进军旅诗人李中华，感受万里江山万里诗。欢迎李老师啊！刚才一开场我介绍到了李老师的家乡是在这个江苏沛县哈、啊，这是一个令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也是充满着很多故事、很多激情的一个地方。既然今天说是您著名的军旅诗人嘛，能不能一开场先用诗歌的形式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江苏沛县。嗯，沛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沛县历史上出过68个皇帝，18个状元，23个世界冠军，同时沛县这又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我为我的家乡而感到骄傲。我在我家乡也写了那个许多诗歌，比如沛县，冠军故里帝王乡，18状元青史长，千古龙飞凤舞地，大风相助创辉煌。第二首大风歌，风起云移归故乡，威加海内翼飞扬，八方古乐喧天地，万里江山共沮丧。第一首诗词呢比较好懂，就是介绍沛县。这个第二首诗词主要是写刘邦回归故里那种阵容，那种气势。从您的诗歌当中呢，依稀可以领略您对家乡那种赞美，对家乡那种依恋，和对未来的那种憧憬。我想这种激情的这种涌动，是源自您对家乡的一种爱，可能有很多童年的美好记忆一直在您脑海里荡漾。对，今天能不能也就此机会，让我们也更加了解一下李老师，您童年在家乡是一个什么样子，有哪些记忆犹新的事情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吗？在我的童年，这有一个故事至今是难以忘怀。那大概是我在7、8岁的时候，亲戚送了一袋米，由于口没扎好，撒了一地，当时我就用笤帚扫扫，准备扫到墙角里，给它清理掉。这时就是被那母亲看到了，就是母亲再也没有责怪我，而是拱下身把每一粒米捡起，用捡的这个米锅做了米粥，语重心长地说：“虽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粮食从播种到收，要付出多少汗水，要吃多少辛苦。这是我这个就是人生，就是第一次。”就是那接触到诗句。后来我在这个在小学课本上读到了就是这时候那完整的诗，也是从诗句得来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吧？对，看来您从儿时就和这个诗歌有缘啊。对，天生就喜欢文学，喜欢这样的古典的这样的一个诗句吗？对，天生就喜欢。天生就喜欢。对啊，这是我们对家乡的一个印象和儿时的记忆。对，那么第二故乡，我的第二故乡，是在江苏南京。南京，我在南京生活了35年。哦，并在这里组建了家庭，这还是我军营的驻地。所以说对南京的感情，这也是那无以言表。在这里创造了《南京赋》《中山九言赋》《玄武赋》《岳家楼赋》《嚯》《枕竹泉赋》哦。栖霞山赋、浮屠颂等
等等师傅。看来您走过不少的地方啊，这都是名胜古迹啊，这都是南京的景点。对呀、啊，那太好了。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感受一下您对第二故乡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哈。我们也请来了今天很多在这个表演和这个诗朗诵界的老师们，一起来赏析一下这个李中华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诗歌的创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著名的诗朗诵界的表演艺术家洪云老师，一起从诗中来感悟第二故乡的魅力。南京赋，中岳高耸，玄武浩荡，雨花青苍，大江千里咆哮，秦淮日夜徜徉，孕育解放，虎踞龙盘，再现春日艳阳。山川天锦绣，石城披盛装，岳江楼头梅岭风光，台城烟柳明墙，几多回味，几多遐想。中山植物园赋，树王国，花海洋，一片青翠入苍茫，林海鸟声翠，绿园百草香，湖山连袂晚明墙，陶醉其间，心肺双馨，神畅气爽，凡尘顿消，诗意激昂，且高山张臂膀，拥抱纷繁蓊郁植物世界，探寻奥秘无穷，生物交响。良苑纵姿，谱写辉煌，玄武湖赋。湖光潋滟，杨柳三三，春风碧波青山，喷泉如注，
字母小兰，无愧于烟雨江南。唱不出草翠花酣，遐思无限，欲把仙岛醉郎。借钟声起舞弄影，搅动云霞水天，林涛寻梦，梦随浪翻。谢谢，谢谢红云老师的精彩表演，您感觉怎么样？好，送没送出您当时做这首诗的那样的一个初衷？送出了。那么正式开始学习创作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这个从小就喜欢诗歌，但是由于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功课比较紧，没有系统的研究诗词，当时呢也不懂得拼字。是直到1976年入伍，我开始创作了第一首诗《长征》。哦，一部史诗《天地经》。吃水，铁索任纵横，朝地薛山两万五，红旗浩绝满征程。后来呢，这个考取了后勤工程学院，也没有时间，就是研究古代史诗。毕业之后，我又自考了南大经济管理本科。直到1995年年底，就是拿到学位。这个从1996年开始，我才有时间，才有精力研究中国的古代诗词。并开始大量的创作。从1976年到1996年，20年间，我共创作诗词是100首。嚯！从1996年至今，共创作诗词是5000首。这家伙，直到现在，我都是坚持每天就是那5点多起床，起床之后，然后这个背诵这个唐诗宋词，还有我摘抄的这些诗句，摘抄的比较好的文章。现在这个就是写诗，我可以从前往后写，也可以从后往前写，还可以从中间朝两头写。应该说的话，现在对于韵律拼字，反正能够做到就是那个运用自如。那既然都到熟练到这种程度，那能不能咱现场考验一下？你看来到我们军旅文化大视野了，给我们这个栏目现场赋诗一首怎么样？啊，咱也不用7部赋诗了，7部这个成诗了，咱就7下就开始吧，1、2、3、4、5、6、7，走着。题，军旅文化大事业。题目，舞台拓展向兵营，才艺纷呈品味浓。系列访谈开视野，全军文化大繁荣。嘿，听着有点意思啊。这真是现场想出来的吗？这种事很难写得好。不好意思，您说这样的一个就是即兴命题的，很难把它表现得很好。对啊，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栏目的这样一个宗旨和现状给概述了一下哈。对，最崇拜的或者最喜爱的诗词或者是诗人都有哪些？啊，这我最喜爱的诗人，有李白，苏轼，毛主席，我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找到自我，特别是就是毛主席的诗词，气吞山河，
忽悠也不穷。所以说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我写了领袖颂。嗯，另外比较崇拜苏轼。苏轼，哎，苏轼写了一首这个赤壁怀古。哦，这我也写了一首赤壁赋。哦，赤壁赋：大江千里，惊涛立岸，卷走赤壁狼烟，乱石峥嵘，山川如画，无从追忆当年，唯有三国名著，江上磨牙，再现千里战火连天，蒋干盗书，黄盖炸翔，火烧战船，一夜东风，吹去曹兵悲万，继而天下为山，时序更替，岁月变迁，五子英雄无缘见，凌波畅怀，鱼密周郎调兵令箭，登上诸葛济封高台，谱写苏轼动人诗篇，问上苍，人老否，心可如愿。嗯，哎，我发现您这个创作人物的这个诗句有一个特点，能够浓缩他一生的这个经历，或者是对一个地方的形容，也是能够总结很多在他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啊。对，就是有点像这个编年体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林达信老师来朗诵李老师的大作《领袖颂》。浓韵讲习，南湖创党，井冈星火，遵义曙光，四渡赤水，破围堵，北上抗日，路漫长，西安事变，解统战，八载浴血，贼寇亡，三大战役，中原定，百万劲旅过大江，开国大典，字句铿锵，屹立巨人，艰难起航，百业突飞猛进，两弹一星列装，入联鼓舞世界，中华崛起东方，毕生鞠躬尽瘁，心系百姓安康，一身浩然正气，威震魑魅魍魉，更留下璀璨诗篇，光辉思想，比武龙蛇，千古文章，博大之胸襟，智慧之光芒，崇尚井冈山，心中仰圣地，驱车井冈山，故地重来朝圣，千里一欣然，八百骑跃纵横，再现叠嶂层峦，高路入雄关，登临黄洋界，巨显白云端，竹钉尽，泪石滚，炮犹酣，七十光阴飞逝，宛在俯仰间，寻声水口，观飞瀑，密幽又下五龙潭，身着百道泉，红花年年开，问君几时
还。在这里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能够激发您创作这么大量的诗歌，这个灵感从何而来啊？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出差。经常出差，你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这个座位前面的这几本杂志，我都要粗鲁的给他就是看一下子，然后对其中描写风景点的好文章，我要细细研读，并把它画下来，然后整理到我这个就是那小本上。哦，我看看，这就是一路上的所感所闻，有什么灵感就马上记到这上面，对，是吗？对，来我们看一下，这上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一路上的这些个记忆啊。对，看来您已经把创作成为一种习惯了。坐那火车的时候，然后把这些写风景的文章，我都给他这个好词好句就记录下来，就这么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然后是这个。这也扩展自己的那个知识库，这个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窗外的这些秀美壮丽的景色，常常使我激动不已，诗情澎湃。比如说坐飞机的诗词，第一首《飞行曲》，海空漫漫杳无边，直纵雪山不纵天，行路长长云在上，偶然已有我为天。这是飞行曲，飞行的感觉。第二首是个飞北京，飞北京，从南京飞北京。云海茫茫天宇宽，飞舟罗浪几分闲，山川河岳八千里，付与一挥谈笑间。嘿，我觉得最后应该加一句，为什么国航总晚点？这应该坐飞机最切身的感受。看来您去过不少的地方。对，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差。经常出差，那也是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对，同时利用工作之便也给自己的创作创造了很多条件。对，那么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一个场景给您留下的创作印象最深刻？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西域之行。西域的那种大漠戈壁，这个大漠金沙瀚海戈壁，这个常常使我激动不已。我第一次由阿克苏去喀什，我往西走，太阳往西落，而且天山一直延伸到喀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创造了一首首图阿克苏。穿越茫茫戈壁滩，千里征途半日闲，碧蓝天山同我去，追上斜阳共晚餐。这个然后第二次这个就是路过库车的时候，我又写了一个西行库车，这个伴着一轮朝阳西征，朝阳携我入征程，隔壁吹来瀚海风，放眼天山如卷浪，千峰万壑共西行。这是对我印象最深。其次就是舟山海岛，在东极岛也给首达战士写了一首诗，正收到卫士，碧波环绿岛，石上枕惊涛，卫士一腔血，沸腾大海潮。他用一腔热血酿出滚滚诗情，他将生命的律动化作动人的音符，他赏尽春花秋月，攀过无数高峰，追随粒粒闪光足迹，品味慷慨激昂诗篇。军旅文化大视野带您走进军旅诗人李中华，感受万里江山万里诗。虽然是工作，但是呢一直在一路也是创作。我特别想知道您创作背后的那些个故事有没有，就是特别想知道您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哪些个事感动了您，是只是看到漂亮吗？比如就是看到夕阳西下了，您要追上它一起共进晚餐，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吗？还有没有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有没有？你比如说在那舟山
在舟山我们到了狗鸡岛、花鸟岛。有时候呢，这个进去好进去，有时候出来的时候一碰到风浪的话就跟上个几天。所以说我们到那边去，有时候的话，有时候在那边跟，虽然跟的时间不是太长嘛，但是也有时候跟到那边，跟到那边当这个就是可以行船了，然后那个心情他就这就比较好。你说在那边独弄几天，那这个心情那就不行，可以行船了，这个事情他就来了，你心情好，所以说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创造了一首大海赋。哦，波涛涌，浪花扬，万里征帆正起航，岛屿匆匆过，碧水闪灵光，鸥鸟拨尖起，蓝天云飞翔，大潮托起，童话世界，蜃楼浮现，龙血辉煌，沧海奔流，洗尽胸中杂念，彩云飘忽，带来无限遐想，驶向广阔，拥抱汪洋，换金鳌设宴，邀明月举觞，且公主伴舞，阅余兵蟹将，宫中即兴泼墨，仙台醉赋花章，玉石落纸，珠贝几行，这是在舟山写的。嘿，我怎么听着像孙猴似的啊？这各种神仙都来了，都给您服务。然后还有一次执行工作、执行任务当中，执行任务，给我印象最深的，那是在1995年春节前夕，我带了三部车到台州去执行任务。台州，浙江台州，从南京到浙江台州，当行驶到湖州的时候，突降大雪，我们呢必须日夜兼程，因为什么呢？如果是给到半路，这个第二天行车，这第一是不安全，第二就是影响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昼夜兼程，一直到早晨6-7点钟才赶到台州。就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漫天飘过的雪花，我也有事情写了一首雪，一片苍茫翼，漫天白雪扬，雪花款款落，大地重丝行。刚才您讲这个两个故事，我觉得还是有感而发的。一个是在海岛上困了那几天，终于风平浪静以后可以返航的时候，可以返航，那种喜悦，对，那种心情，对，所以您邀来各种天上地下的这些神仙给您哈，这个挥毫泼墨啊，你们要在一起这个庆祝一番。另外就是在这个台州啊，路遇大雪啊，这个地和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息息相关的这些个细节，激发了您很多这个创作的灵感。而且我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名胜古迹上、悬崖绝壁上，还有您的这个大作刻在上面，就跟那些个诗词界的大腕一样，到处可见李白题的词啊，杜甫写的诗，是有哪些个风景点有咱们的这个大作？在全国很多风景名胜，有我55处美啊。55处啊？55处美啊。那看来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喜爱，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风景区会有您的这个诗句在上面哈。这个恐怕应该是传世之作了。我说的这个传世之作，应该时间更久远，它还不像书本，还不像这个纸张啊。所以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很久以前的那些个老祖宗们他们留下那个诗词，苍劲有力的那样的一个书法作品，我们随处可见。看来您这个诗过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们，那些年轻的朋友们再读起来，不知道他们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位诗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评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漂亮的姑娘啊来朗诵一下李老师的佳作，感受一下我们李老师在各个风景区他的所感所悟。来，有请静涵。告别冈底斯山，
几分神秘，几分渴望，几分迷茫，几分畅想。借白云进藏，看雪融冰消，雪花飞扬，抛却世俗杂念，沉醉于神山风光，置身童话世界，顿时忘却胸闷脑胀，高原缺氧。远古的呼唤在耳畔回荡，挚爱这片净土吧，任这冰封世界永远成为人们向往。看云姿变幻，装点藏香，观蓝天圣洁，星明月亮。我欲摘几颗星辰带回东方，却又恐惊扰了西方神灵高原上苍。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尽收眼底，珍藏心房，化作血液在浑身激荡。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亲朋旧友，让人们分享。欢呼雀跃，却更增离别惆怅。从此天涯孤旅，人各一方。别情使我久久回望，离愁使我更惜时光。且留期盼，珍藏梦想，再度西域，重登世界脊梁，让绚丽的人生更加绚烂辉煌。他用一腔热血酿出滚滚诗情，他将生命的律动化作动人的音符，他赏尽春花秋月，攀过无数高峰，追随粒粒闪光足迹，品味慷慨激昂诗篇。军旅文化大视野带您走进军旅诗人李中华，感受万里江山万里诗。55处名胜古迹都有您的诗歌。北京，我们的首都啊，文化中心，给北京做过诗吗？北京做过诗，做过。那长城的诗我写过。哦，给长城专门写过诗。长城的诗我写过。茫茫巨龙，盘万山。嗯。下临沧海，上青天。嗯。千秋要塞终成景，民主脊梁立隐患。嗯。还有天安门，我也写了一首诗。天安门。嗯。天安对地安。先知画方圆，金水绕宫殿，英碑簇九天。嗯，很形象，很具体，哎，是吧？这个没有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听完您这个诗就知道东南西北在哪了，哪是金水桥，哪是天安门啊？我觉得还有这样实用的一个功效。真好，这个看来李老师是三句不离本行哈，不管说到哪里，说到哪一个话题，哪一个时间段，总能用诗歌来回答我们，看来是对诗歌情有独钟。那么刚才一开场介绍了是军旅诗人啊，一身戎装在身，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看您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军龄了哈，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军旅生涯对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影响？这我的诗歌，嗯，诗歌创作就是离不开军营，嗯，这个我的灵感离不开军旅征程，嗯，我去过很多的边防哨所，并为边防战士就是留下过诗歌，嗯，题某兵战，哦，某兵战，某兵战，嗯，开轩念雪粉，银浪万千重。奉献为己任，高原写人生。嗯。第二首是新春赠北疆卫士，跃马边疆雪上飞。嗯。
苍苍冰雾染须眉，万家团聚月圆夜，将士出征身未归。嗯，这个某兵站啊，还有北疆的卫士们，咱们的战友们，听到过您为他们写的诗吗？兵站的战士听到过。他们听完以后什么感觉？听完之后，觉得我写的还可以吧。写没写出他们的那样的一种情怀呢？他们觉得？应该是写出来。应该是也代表了他们哈。对。好，那么冰棍十足的军旅诗作啊，我们请出我们空政电视中心的著名演员吴京安老师，为我们来朗读一下。跃马边疆，雪上飞，苍苍冰雾染须眉，万家团聚月圆夜，将士出征身未归。这是您出的诗集？对。有多少册啊？总共出了五册。总共出了五册了。都是万里江山万里诗。都叫万里江山万里诗。对啊。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也是编导提供给我们的，就是您这个五本诗集啊，前几册呢都是由名家来给您写的序，那么到后面这几册是您自己写的序，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几册都是那个名家写序，后来就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自我自己写序，就是更能找到自我，这有了自信，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那个自己写序了，自序一，岁月匆匆走过，诸暨遍历山河，军旅中飘荡着南国云，披挂着北疆雪，江山气象常化作翩翩慈赋，心灵参悟美酿出首首诗歌，真情在行间流动，字字在句中炽热，意境随妙物升华，思绪伴文潮起落，抛却杂念尽享收获，小桥流水缠绵，飞瀑涌泉欢乐，高山奇约壮美，戈壁大漠广阔，遐思无限，感慨良多。自序二，泱泱华夏，山高水长，白国大漠，浩渺南疆，雪域昆仑，江河碧浪，壮美长城，五岳风光，松涛云海在陛下翻滚，万千气象在胸中激荡，问到林间去，席铺伴浅唱，古寺迷翻音，幽谷绝尘响，满目珠玑，诗意流淌，数不尽征途寒来暑往，复不完人生锦绣华章，五心一醉率真疏狂，朝迎旭日夜踏星光，放舟辞海扬帆远航。嘿，这个是您给自己写的序。对，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诗词的形式。对，用诗词来给诗集来写序，这也应该是一个独创啊。那么您走过这么多的名川大山，您走过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您觉得哈，给您带来的一些人生的感悟，除了在创作上的一种收获，人生的感悟，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这样吧，我就以诗词的形式，好，来表达我对人生的参悟。畅怀诗六首。第一首，万里江山心底装，随情挥洒意飞扬，人生烂漫凡尘渺，天地无穷诗句香。第二首，风风火火走人寰，岁月无痕两鬓斑，画意诗情千万里，江山笔底起云烟。第三首，
回首人生鬓一般，江山万里醉流年，白云为我铺天路，风雨作歌咏大千。第四首，忙中取落落无边，画意诗情半醉眠，自信遨游千万年，踏平风雨舞江山。第五首，云作风衣雾作纱，畅游天下醉年华，胸中山水流诗意，笔笔豪情迸火花。第六首，痴迷诗赋成骚客，漫漫游丝迎月河，手把长鞭天外指，凌霄畅翔牧民歌。然后感悟人生的词我也写了两首，一个是诗里，山迎树，水同行，长空万里分，赏尽春花秋月，攀过无数高峰，灵感火花点燃大地春色，一腔热血酿出滚滚诗情，后江山博功名，生命律动化作动人音符，心灵参悟唱出无悔人生，愿人常在月常明，情感永恒艺术长青。第二首词感悟，宇宙无限，人生苦短，流失岁月，著书成卷，难为功名奔走，独向月下尊前，历历闪光珠玑，慷慨激昂诗篇，留下多少愉悦快感，立桌常为神州天色，老友不满塞北天南，虽无家产千贯，却有万里江山，心清如水，何悔何憾。嘿，你看李老师真是自己的人生感悟都用诗词的方式来给我们表述，这就看个人的悟性了，你们能不能从中能悟到什么，每个人的理解恐怕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历，他的文化底蕴，他的生活背景也都不一样。那么今天呢，很有幸在这个栏目当中结识了我们的军旅诗人李中华老师，也近距离地接触了您的诗歌世界啊，了解了您从儿时对诗歌那样的一种懵懵懂懂，到今天对诗歌创作的如醉如痴。衷心的祝愿李老师在今后的创作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佳句出现，也祝愿您有更多的传世之作哈，也有祝愿更多的好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对我们中国文学对诗歌能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那么在这里呢，作为主持人呢，结束今天的采访，也关公面前耍一把大刀，通过我对您的印象用一首五言绝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诗人李中华，词句顶呱呱，豪气惊天地，柔情妙如花。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